将引领童男童女进入记忆会场。
非常感谢由一支舞集为我们今天的祭典带来的开场舞《迎春祭》，奏歌。中车主力歌，台南市政府吴伟德市长就位。中车回来歌，好霞正啊，好霞正统六里门圣母庙王主位就位。台南市副市长叶德山车就位。文化局贾树湾是局长车就位。台湾古城隍庙桂英德主位车就位。中车有在看咱的立委议员等等民意代表，接咱本府各局处首长、副长，甲咱学校代表、联通代表，甲咱所有的贵宾，请就位。乐器，行敬拜礼，焚香，奏迎春歌。来，所有贵宾请双手合掌，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一香，来点香，香敬献礼，献花。绣花，献歌，绣歌，献茶，献。收茶，献财票。收彩票，嘿，收苏文，夹子。
祝星吴文静大法师就位讲读所闻。台南市民国113年岁主甲辰年迎春礼，敬天求文，行万三千数，寺顶数万年，丹台开宝阁，金鼓映流传，天地自然，为其分散，洞中玄虚，风浪太无，八方为神，四我自然，灵宝和平，普可九天，空龙胆啊，洞宫太严，斩妖伏蛇，杀鬼万千，中山神咒，万世玉门，七相一变，疾病延年，安宁五岳，八海之门。魔王缩小，四维五烟，香味交荡，道气中存，面膜裂为天尊。迎春礼主过关，台南市政府市长吴威德，白礼官副市长叶泽山，文化局局长谢思燕，正统罗立门圣母庙主议员王晶莹。台南府城城隍庙水鱼丸桂英蝶，五里关台南市政府各局处长官、各区区长、里长、农会代表、各民意代表、各校校长、各界众神人丁，依今虔诚召客奉请。仰上帝，三观大帝，南斗神君，北斗神君，东西中三斗神君，五方五路帝君，28宿神君，60甲子神君，第二太岁神君，盖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祝寿寅卯。神之五味，心有水海，是立地基，东进西退，南离北干，乾坤尽顺，八卦大神。奉请正统六里门圣母庙天上圣庙，福德正神，台南市国宫庙堂西庵六位正神。圣贤神佛，奉请岁主甲辰年立春高王诸神，春牛大神，以今2024岁主甲辰，上元灵节，正是新春三阳开泰，欣逢台南四八之庆佳期，就大门城。设立香案，敬意清香，华果，三星地足，定金精彩顶家，敬得上天诸神，福德正神，甲辰立春，高王诸神，青牛大神降纳，莫忧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时无灾，八节有庆，南受北福，禄纳千祥，净土清平，安和乐利，和气地祥，五谷丰收，世界和平，合境平安，经济，台南市政府，市政行通，正统六里门圣母庙及国宫庙庙宇兴隆，神威显灵。迎春一福，农业兴隆，属龙工商，工商百里，
事事清净，国家直结，老少咸安，财源广进，利路行通，礼官人等心想事成，祈求平安万福，坚固文素，义文教，有尽古所腐败上方，两上帝有情，公蒙采纳，驾神高蒙诸神坐前，尊牛大神案前，福德正神路前，道主护持甘纳，召集金属天恩，驾神年端月十五日，所上方。昆丁疏文，主礼官及陪礼官、副礼官等一同行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奏乐。好，我们今天迎春礼的这个祭典仪式呢，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迎春礼的采接。那在此之前，我们是不是也邀请我们的主礼官、我们的黄伟哲市长，也跟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嘉宾来说几句话？跟感谢咱今天各位陪礼官、各位副礼官。嗯，正统罗你们先不要王淑仪哈啊，首先啊，副先生啊，不注意下，接下来以及咱也不起定，咱蒋鼎辉李伟、王家珍议员、蔡小薇议员、邱立议长的秘书许志春议员哈啊，咱新闻处处长啊，我黄立昭议员哦啊，这位是王定宇立委的秘书哈，民政局江局长、文化局啊谢局长啊、体育局陈局长。李宗霖议员哈啊，郭信良议员的秘书啊啊，各位啊，余里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市民朋友，大家老早啊，今天是啊，是咱113年啊，这个啊春天哈啊，这类的这个仪式啊，因为咱知影这个高这个高类哈，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是从106年哦、啊、那个时候开始，叶学生开始，嘎达。已经有过来年的时间，咱来把这个鼓励，来加加护理福利，也让个进行，看你要进行采购，这个AM 吼，咱个边村路的仪式，伫个江通路里门新目标，吼，嘛有这个做老欢喜做老力的这个活动，今年是台南400，咱举办
啊，这个台湾灯会为二月二十四日，就今仔日开始，一直到三月十日，吼、哦，啊，总诶十六天的时间，欢迎大家让来参加。同一个时间，咱日是有啊，这个世界蓝花展，这是咱争取十二年哦，十二年前我们就争取了。啊，今年啊每三年一次，今年终于轮这个终于争取到啊，由台南市来主办啊，所以啊，做欢迎这个各位好朋友，总共有62个国家的代表来参加世界兰花会议以及兰花展，所以呢，咱今年诶春天诶这个活动是美目不暇及，美不胜收，欢迎大家来参加哦啊，今伫这个。啊，溪北的部分咸水风炮，嘛是拢已经是相传非济、非常侪年的这个活动。啊，今仔日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各位市民朋友，也祝福咱的国家国泰民安，咱台南风调雨顺，产业兴隆。啊，咱大家市民朋友拢健康幸福。啊，今年嘛是龙年，希望啊，真侪咱的市民朋友会生个龙宝宝。好，也让大家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来，咱即马就咧邀请到咱的市长甲咱的王主委来奉请到咱的福德正行来登轿，嘛请咱的准备轿班，咱二十四节气的神女班嘛请准备就位。